呢一条咧，2007年嘅第43条嚟嘅，咁咧就要你判断边个 region。首先咧有一条叫做 y 等于四嘅线啦，咁系一条横线啦，所以而家喺上边啦，咁即系一系一，一系二噶啦，咁变咗个答案咧就查咗三同四嘅。然后咧我哋睇埋呢一条咯吓，呢一条咩线啊？呢一条咧，佢咧个 x intercept 咧就系四，y intercept 咧系八嚟嘅。所以佢系呢一条线，咁呢条线咧，你见到个箭嘴向右啦，咁所以向住右边嘅，咁所以呢个线咧向住右边，而呢条蓝色线向住上边，咁就只有咧呢个 region 咧，region two 咧系符合噶啦，咁啊答案咧就系 B for boy。